还真像个小猪鬼。我这个病啊，不要着急，你就多喝点水。放平心态。你拿着这个单子去二楼，完了左拐去做个检查。谢谢何大夫。顾姐，看龙曼今天太漂亮了。没有，哎，顾姐，我们欢送会什么时间开啊？推迟了半小时。哎，有人找你。哪儿啊？就在门口呢。去吧。那我先去了啊，顾姐。去吧。我对你是认真的，答应我，嫁给我吧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好吗？知道啊，我还想跟你说说罗麦的事儿。罗麦什么事儿啊？他跟周真强好，我很担心。切，又没结婚，你担心个啥呀？可罗麦已经决定要嫁给周真强。怎么个意思？哎呀，呀，没事，不是怎么个意思？啊，他什么时候说的？打仗前。我怕影响你情绪，没告诉你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叫朋友妻不可欺。他那是关键时刻不客气。别激动好不好？我能不激动吗？罗麦不能跟他好。这事能强迫吗？这是罗麦自愿的。自什么愿呢？那丫头喝了鼻红药。